众所周知，在我们家鸭子好好吃，最喜欢的就是毛栗子。怎么形容这种喜欢呢？大概就是一分钟都不能分开的程度。给毛栗子喂药的时候，它得盯着。你可千万别乱喂。给毛栗子剪指甲的时候，它也没闲着。送你一次彩耳，宝贝。就连吐个毛球，也得在旁边一脸担心的陪着。好了，你先别舔，一会儿跟我下楼薅点草吃。不爱吃猫草的小猫可以试试这个领先的冻干猫草棒，成分就是鸡肉和猫草，适口性非常好，当零食吃不仅排毛，硬硬的质地还能更好的清理牙齿，简直不要太方便。我也掉毛，我赔一根。一天来几根，粑粑里都有明显的毛团。哟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别急，听我给你唱啊，加油努力，拉屎要用力。有病吧。